的暴雨。哦，这是我的冲，跑去哪？我靠！装备都拿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接着来快，欢迎收看阿神羽毛到你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我们今天的计划呢，不是参观他家，我们今天的计划呢是火烧他家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没有，没事。我有看你的影片，我是你的小粉丝。Naga 就是那一只巨鸟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巨鸟吗？巨蟒啦，讲错了。你最近打到那个冰雪国王嘛，对不对？女王。我要哭了。他是裸装光，没错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光光进去。这样刚好中了羽毛的兴趣哎、欸！你要巨蟒都捆绑，然后裸装，还是绿的？所以可以用烧的吗？不行不行，用烧的。用烧的是第四关，对不对？看谁先把小白的房子烧爆。哎，烧的不行。我们直接玩第四关好不好？我觉得第四关比较好玩。找我啦！不要！哎，听说你是最贵的地方。听说你是建筑系哎，那个谁，你是还给老师的是不是哈？对啊。哇！我有看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超可爱的，我可以穿吗？拜托，可以。哇，好萌啊！好萌啊！可爱啊！是狗狗，跟我走。你有没有骨头？可以借我？没有。等一下，前面有猪猪。你有没有胡萝卜？幸运草。什么幸运草？前面有幸运草。别吃下来，不要走。这是什么按钮？哎！不是，前面那个是。等一下，还有，还有，穿起来是羽毛，上来羽毛，墙壁被他撞爆，为什么羽毛那么可怜？哎，我攻击我了，我今天拿一整套了，哎，应该都看得差不多啦。哎，羽毛，我的胸甲还给我啦！你是不是拿两套？谁理你啊？你是不是拿两套？没有。下雨了，你在说谎？下雨了，这边看起来只缺一双鞋子哦，有点后悔。我真的有拿到这个。耶！丑爆了！好绿哦！天哪，这个适合羽毛啦，羽毛拿着吧。要不要？为什么咬我？为什么要咬我？你是不是欠揍啊？为什么羽毛那么可怜？还有一只啊！怎么抓老婆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船长。太小就哦。开始！哇，羽毛好快！等等我，记得有宝箱哦。有东西吧？不会这里没东西吧？不要跟我开玩闹！有箱子，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没东西，白痴！黄坤全长 ，Hello， 你好，黄坤鞋了，黄坤鞋了，就是他，是不是？还在混啊，羽毛！哇，在哪？在哪？攻击！哇哇！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是巨锤！亡命！不杀！他这个主家走下来，重爆！哦，这是我的，不要脸！不要冲！跑去哪？我靠！装备都拿走了。第二关我们宣布羽毛获胜。我来扣，我来扣。箱子里面有稿子，你们一人拿一把。有，我拿了一把的道具。对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有啊！哎，哇！活下来！九三二一。不用你是在挖人啊！冰雪女王，你不要当PG！我们请输家穿裤子并且朗诵。羽毛，怎么了？你还没有输哎，我们还有第四场比赛，你忘记了吗？烧爆小白！还是玩这个？哭！你干嘛？不要！听羽毛吟诗，吟诗。好的。有诗。羽毛。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。
偶像吧。我靠，我好喜欢你。啊，好恶心啊！我爱你啊，阿森。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不行了。我一直喜欢着你啊，看向我，看我，看我。不要！如果你愿意看向我的话，那任何痛苦都能烟消烟消云散。如此温柔的你，一定懂得我的心情，一定会回应我的吧。